大家好，我是未来之星。今天吕米娜的表妹会带我们去她家里哈，也就是吕米娜的这个姨父家里，去看一看她姨父的这一个工作。她姨父的话是一位传统的手工业制造者，穿黑衣服的话戴眼镜的是吕米娜，那个穿黑衣服的话是这一个她表妹啊，吕米娜的表妹。等会我们一起看一下她传统手工业做的是什么东西。在美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中国人的话是非常的这个喜欢的哈，里面还会镶一些宝石，它的这个传统手工艺，咱们一起去看一下，Let's go。李明亮，好的，现在我们在李明亮姨父家里哈。李明亮，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姨父在做什么啊？Let's go。OK。你姨父在工作。OK，在做什么工作？他做戒指。在做戒指。OK。项链。在做戒指。OK。首饰就是名字首饰。首饰。OK。咱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戒指。Hello。Hello。Namaste。Namaste。非常感谢。你在做戒指。OK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来看一下哪个戒指，我们看一戒下。指。戒指。OK，这是尼泊尔人的话，特别喜欢这尼样的泊戒指尔，哈。中国，他给中中国。国，每个人，中国人还有美国人。尼泊尔不穿这个。尼泊尔人不戴这个。给我戴一下。我发现很多上面是戴这个珠宝的哈，我发现我们中国同胞的话很喜欢，有我见了很几个同胞在尼泊尔戴这个戒指，上面是镶一块这个宝石的，这个上面是镶一块宝石，这个蓝宝石或者绿宝石啊，会镶很多哈。卖给美国人和这个中国人的，每个人，中国人都，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喜欢。OK。很多中国人。China, America, Japan, Hong Kong, any country. 哦，Japan。Japan, any country. 很多很多个 USA, 国家。USA, USA。Yes. 哦，美国人，日本人。German, Australia. Australia, 澳大利亚。Yeah。澳大利一个亚戒 people 喜多欢，少钱？一个戒指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有人把你管出来？有，俺们那边的五十嘛地带有，2000块钱不止。有那个？不错您一个戒指100尼，1000尼币。一个戒指1000尼币。有那个钱？OK，1000尼币，1000的，1000的尼巴尼。哦，就是60块钱。哦，如果有宝石呢？10,000的。No, 10, 10, 10, 10. 是，每个人是。OK，是10 hundred。哦，是1000的。Nepal 1000的。Nepal 1000的。OK。这个如果镶了宝石，那应该。就是那镶宝石的话，如果镶了宝石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价格肯定是这个不一样的，肯定是更贵了哈。这个怎么做啊？这个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小台灯啊，小台灯的话，他做这个。哦，做这个。咱们来看一下。哦，这都是尼泊尔的传统手工艺哈，这是纯手工做的，这是蓝宝石。他做。very good, very good。这是银首饰哈，这是蓝宝石。这镶的是宝石。挺漂亮的。金了。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哦，这是绿宝石，这镶不镶是宝石哈，是银色的，是宝石。beautiful，这是耳环。耳环啊，这耳环的话，上面也会镶这一个宝石，这个。哦，这是耳环，绿宝石。OK。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哦，这个有点反光。哦，这个就是耳环哈，这耳环看不到这个清楚。哦，这是耳环，哦，非常清楚这个。哦，耳环。哦，这全是这个宝石哈，这是给宝石店里面做这个耳环和这个吊坠哈。哦，耳环，OK。哦，宝石，这是宝石，好漂亮啊这个。你们俩你喜欢吗？是的，你买一个。我买一个给你啊。OK。我们下次我买一个送给李明了哈。这小蜻蜓，这都是宝石哈。上面这个金属的这个
沙发给你拿了。耳环呢？吊坠啊。哎，你的 design 来。哦，这是宝石。哦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我是吕米娜的这一个，吕米娜的这一个小姨夫哈，哦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吕米娜的小姨夫会这种纯手工哈，做的非常好。哦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好 ，very good。OK。Here you is what to do. Dream. Yeah. 哦，就是。哎呀 ，peace dream。Peace dream。镶在这个里面是吗？哦，用这个小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镶到这个里面去。Swirling。Yeah。哦，这个是接口。Yeah。这个那时候是没有接口的，接口的话用这个。小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东西去、yeah. 去焊起来 you know? 哦，这个接口、yeah. 这个接口和这个接起来哦、yeah. oh, very good very good 一天能做多少个了、huh? one day do how many key how many 绿戒指多提一天他做三十一天做三十个、all OK， 他包括所有的啊、哦，啊、oh,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 哈哈哈，这是吕米娜的小姨夫，也就是我的这个小姨夫啊，这个手工艺非常好。如果有这个朋友感兴趣的话哈、啊，可以这个像我这个小姨夫啊，来这里看一看，看一看他做的戒指，纯手工做的，我觉得非常棒哈、啊，非常棒。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话，基本上是见不到这种的，在中国就是没有的这个。I mean, is it China, right? Oh, China. Yeah, China. Many people. Oh, China, many people like it. Yeah. Okay. 我有朋友喜欢的话，到时候我叫朋友来这里看一看。哦、oh, ，你这个是一个好的。Yeah. Oh, I look, look. Give me, let me look. 给我看一下。哦、这就是做好的哈。OK， 这是一块宝石吗？这个这里，这是一块宝石，红宝石吗？还是块红石头？这个，哦，这是块红石头哈。尼泊尔人也挺喜欢戴这个的，就是做这个东西的这个。哦，里面镶一块石头进去，这个。看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哈，就是这个，好像这个石头给弄出来了。到时候我叫他来我这个小姨夫家这个修补一下，修补一下。非常棒啊，非常棒。OK， here is small。哦，这也是一块，这也是一块红色的这一个，红色的这一个石头哈，应该是这边的绿什么石头吧？这个什么绿石吧？这个。好的，非常感谢。啊，非常感谢哈，这个我们小姨夫给我这个讲解，配合我这个做这个视频啊。好的，李米娜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就做这里，欢迎大家这个点赞、订购、转阅我的这个小视频。如果有感兴趣的，想来这个看一看这个戒指的，可以来我们这个李米娜这个家里看看啊。好的，我们李米娜再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 ，goodbye。